小丸子思考殷家的生活。啊，怎么又来了？这电视机可真让人心烦呐。哎，好奇怪啊。轻一点，敲那么重，电视机会坏掉的。反正已经坏了。不是还能用吗？我试试。你看，现在好了。哦，真的呢，不愧是得到了奶奶的真传呀。奶奶一直都是这样修电视的。小丸子，你也要早点学会哦。这是我们殷家世世代代传下来的秘籍，想想也觉得自豪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值得自豪的？算了，也不知道等我学会了这门祖传秘籍之后，这电视机是不是还能继续看呢。你如果真的担心电视机的寿命，就不要大白天没事开着电视，既浪费电又损耗机器。哎，好可怕呀，我自己的寿命都要变短了。有人吗？来了。哎，总是这样，腔调跟变戏法似的，说变就变。您总是这么客气。没关系，也是人家送给我们的。太谢谢了，马上就尝。哇，是海绵蛋糕。下次见到高娃阿姨要好好道谢哦。妈妈，我知道了。快切蛋糕吧。还不能吃。哦，对呀，冷藏一下味道就更好了。啊，恨不得马上就到三点。小丸子，今天不吃蛋糕。哎，为什么？妈妈刚才不是还跟高娃阿姨说马上就会尝尝的吗？今天不是有脆饼了吗？再说马上就尝也不是今天就吃的意思啊。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在成年人的世界里，可以根据情况不同而改变词语的意思。哎，没想到妈妈是这样的，就算是海绵蛋糕不赶快吃掉的话也会变得不好吃呀。海绵蛋糕好像是可以放好几天的吧。不行不行，味道会变差的。甜甜的 QQ 的软软的蛋糕变成干巴巴松脆脆的硬饼就是糟蹋嘛。小丸子对海绵蛋糕的要求好高啊。是的。哦，对了，小玉啊，你知道吗，海绵蛋糕最好吃的部分是最底下的薄糖皮哦。对，那里甜甜的，是很好吃。轻轻的把纸撕掉，薄糖皮就会粘在纸上的，然后用叉子或者勺子像这样轻轻的把薄糖皮刮成一团。粘在纸上的你也要吃啊。哎呦，你不吃吗？嗯，那么你也试一次吧，我都上瘾了呢。哎，真的吗？下次我也试一下。还有肉包子也是的哦。肉包子撕掉垫纸的时候会粘包子表面的一层皮，不吃掉很可惜呀。那个好像我也没吃过。还有卷在蛋糕外面的透明纸上的那些鲜奶油，那个也要吃掉，想起来就觉得美味。下次我会吃一次的。没关系的，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，真的不错哟。赚到了的感觉，粘在纸上的部分都是免费送给你的哦，白送的。哎，可不是吗？哎呀，刚才我还当真了呢。哎，其实认真想一想，就会发现那样做的话，还真有一些穷酸气。穷酸气，仔细想想好像是的，我可一直都是那样吃的。哦，原来那样是穷酸气呀。怎么了，小丸子？无精打采的。这朵小花开了，我很喜欢这种花呢。嗯，很可爱呢。你知道这种花叫什么名字吗？名字不知道啊。它的名字叫贫困草。贫困草啊，连我喜欢的花都叫贫困草，真是跟我很般配呀。怎么了？我说姐姐，我们家很穷吗？啊，你看电视机那么久，收到海绵蛋糕也只能放着不能马上吃，我们家其实很穷，对不对？没那回事哦，我们是中等哦。真的吗？嗯，可以算中等偏下吧。中等偏下啊。我开始吃了。哦，今晚有糖醋里脊啊。这个是什么？
是鱼卷。鱼卷儿？肉太贵，所以用鱼卷糕。不是糖醋里脊，是糖醋鱼卷啊。这个还挺好吃的呢。讨厌，这还真是中等偏下的饭菜呢。妈妈，快切海绵蛋糕吧！不是说过今天不吃吗？妈妈，洗发水好像快用完了呀，没注意到。今晚我就兑点水，将就着用吧。对对，加点水稀释一下，还能用很久呢。这还真是穷酸的对话呀。连天花板上的污渍也透着穷酸味儿，真讨厌！是不是哪里躲着一只穷鬼呢？真受不了！什么东西啊？我是穷鬼，我要把你变成真的穷人。不要不要不要过来！走开呀！穷鬼，走开！星期天，你一定要告诉我，我们家真的有一只穷鬼吗？哪有那种东西啊？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我在这栋房子里都住了几十年了，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有什么穷鬼啊。就算爸爸没有亲眼看到，怎么能肯定说没有呢？奶奶，奶奶，不在吗？哎呀，爷爷，什么事啊？我的袜子上破了个洞，你看。不过缝一下还能穿好久呢。奶奶去哪儿了？奶奶，你在哪儿啊？如果真的有穷鬼的话，可能就是爷爷吧。爷爷居然是穷鬼！哎呀，世道真是不景气啊，连条像样的新闻都没有。真是没办法呀。这个爸爸，你别这样，穷酸死了。你说什么？全家人都带着穷酸气。妈妈，干嘛？你能不能给我做个用来吓唬人的道具呀？你要吓唬人的道具干什么呀？就是用来驱赶穷鬼的东西。啊？我知道我们家里有只穷鬼。怎么可能？如果有的话，岂不是连米饭都吃不上了呀？别说这种话了。但是，你是不是想编些话出来，这样就能早点吃到海绵蛋糕啦？不是的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情嘛。那你说是怎么回事？家里就是有只穷鬼嘛，不然我们家也不会这么寒酸了。我们家哪里寒酸了？妈妈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罢了。真是荒唐！你为什么就是不相信呢？算了，妈妈什么都不懂。小丸子，这是怎么了？小丸子又在说胡话了，说什么家里有只穷鬼。有只穷鬼？昨天晚上他做噩梦，一直在说穷鬼穷鬼的。小丸子，妈妈很担心你哦。可是，好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哇！又一生鱼片，还是完整的一条，连牛排都有呢。妈妈，这是怎么啦？妈妈呀，今天打算豁出去了，偶尔奢侈一下也不错嘛。好嘞。太好了，今晚舒舒服服的吃一顿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好开心呢！干杯！啊，好喝！真好喝！这样的话，穷鬼就会被吓跑了吧？待会儿我们就吃海绵蛋糕。太棒了！好的。这个牛排真的好薄哦。就算薄，那也是牛排啊。对呀，发牢骚的话会遭报应的哦。从明天开始就要忍受一段时间，沙丁鱼干就腌萝卜了吧。今朝有酒今朝醉啊。
来吧，爷爷，再来一杯。啊，真开心呐、啊！吃不下了。我也是。你们两个干嘛呢？我不吃了。我也是。我也是，昨晚吃得太饱了，到现在肚子还没饿呢。仅仅一夜的奢侈之后，鹰甲继续吃着一如既往的寒酸饭食。原来昨晚的大餐只是一场梦啊。小丸子和藤木看小孩。藤木。啊，小鹰。你在干嘛呀？这个小宝宝难道是是永泽同学的弟弟太郎啊。果然是啊，太郎好像长大了呢，好可爱呀。那永泽同学呢？他在店里呀。他在做什么？其实是看这个。塑料模型大赛第一名有3000日元的玩具券，好棒啊。中午的时候，我和永泽同学一起把做好的模型送过来了。玩具店的伯伯说可以让我们在店里把模型修好，但是妈妈不在家，我还要照看弟弟，所以还是算了吧，下次再参加比赛。永泽同学，不是还有我吗？照看太郎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所以你就在门口照看太郎啦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说好了，不管谁拿到第一名，我们都要买那个新的塑料模型，剩下的钱再给太郎买这个。这是怎么了？太郎。永泽同学，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继续做吧。不行，只有你一个人在，我还是不放心，没有办法集中精力，这一次还是放弃吧。好吧，永泽同学，我也来帮忙，你就好好加油吧。太郎也想要玩具的，对吧？要不这样吧，太郎就放到我家里，我妈妈和奶奶都在呢，这样你就可以安心修模型了。对呀，就交给我们两个吧。两个人都不在吗？妇女协会打来电话，他们都去帮忙做赏樱会的准备了。我说小樱，有我在，一两个婴儿没问题的。你真是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就不要再哭了。怎么了？你想要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我记得应该有个玩具的。那个就可以，给我吧。太郎，快看呀！小汽车来了。难道是？原来是口渴了呀。太郎喝得真带劲儿啊。丸子还真会照顾婴儿，时间过得可真快，将来有一天他有了自己的宝宝，那可就是我的重孙了，我能活到那时候吗？没问题，婴友长，你可以的。但是不一定可以的。但是好厉害呀。全都喝光了呢。什么什么？太郎给我抱抱吧，喂完奶以后要这样轻轻敲一敲，好让他打个嗝。打嗝也好可爱呀。我也打了个嗝。哎呀，走得真好。是蝴蝶。那是蚂蚁。我是爷爷。疼疼疼，快住手。不可以哦，那可不是玩具。太郎抓我的头发了。永泽同学照顾太郎还真是不简单，每天都得这样呢。
照顾小孩真累呀。嗯，本来以为很简单。太郎去哪里了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了！怎么样，洗掉了吗？哎呀，他好像觉得你那个动作很有趣哦。哎，是吗？还有一次啊。还要，饶了我吧，够了吧。好嘞，这次换我来吧。那么我也一起来。好像他不喜欢。他是怎么了？怎么脸涨得通红的？哎呀，了不得了不得。了不得了，是说太郎病了吗？不，要换尿布了。刚才觉得不舒服了。来来来，换尿布，不要动哦。尿出来了。爷爷要加油啊。好累呀、啊。我做得很好了吧？很好了。那可以稍微休息一下。小英，我去店里看看永泽同学怎么样了。太郎就拜托你了。等一下，藤木同学。真是累死我了，但是我现在完全自由了，自由真好。喂，小麻雀，你也很自由吧？跟我一样呢。要不我现在就这样回家吧。这是你朋友？朋友，朋友，不是有我吗？照看太郎的任务就交给我吧。对不起，有泽同学，原谅我有这么愚蠢的想法。我一定会坚持到最后，一定照顾好太郎的。完成了，伯伯，我做好了。哦，你做得很好啊。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。给，这是给你的奖励。真是太谢谢了，小英。哎呀，好快呀！永泽同学怎么样了？还得一会儿吧。太郎怎么样了？好不容易刚刚睡着。这样啊。藤木同学，对不起啊，其实我刚刚怀疑你了。我还以为你是想要溜走呢。怎么会？我怎么会做那样的事呢？好软呐、小孩子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还跑来跑去，要是不好好盯着的话，就会出事的呢。还会不停地让你做同样的动作。好可爱啊！好小啊！小丸子的手也曾经是这么小的，都是家里人小心翼翼养大的。是吗？我怎么完全不记得了呢？我也被细心呵护过吗？那还用说，你们能长现在这么大，全都是因为得到了家人很多细心的照顾啊。大家好。太郎现在正在睡午觉呢。在睡觉吗？太郎已经醒了，一听到哥哥的声音，眼睛马上睁开了。太郎，今天是乖孩子吗？太郎，不能这样，到这边来，这边，这边。我们回来了。给，请吃吧。永泽同学，不用客气。谢谢款待。藤木的就等他醒了再吃吧。好漂亮的点心呐、我就不客气啦。堤坝上的樱花开得很漂亮呢。我是吗？是啊。好舒服啊。要是把藤木同学也一起叫来就好了。
藤木同学，藤木同学，永泽同学要回家了，你快点起来，一动不动呢。看来一时半会儿还醒不了。全都是为了做那个塑料模型，藤木同学昨晚都没怎么睡觉呢，因为他没有掌握窍门。真拿他没办法。啊，真归是藤木同学呀。太冷，那里很危险，那里很危险。藤木同学，自己没睡好，还来照顾太郎，谢谢你了。就这样，永泽同学和藤木同学纯真质朴的友谊又加深了。而在塑料模型大赛上，两个人的作品一起拿到了第六名。好嘞，我明白了，猪太郎，就让我来解除你的烦恼吧。为此，请大家一定要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，樱桃子啊！但是个子太小，就是没办法引人注意呀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猪太郎挑战垂钓和小丸子要当班长，敬请期待哟。